大家好，我们是 Mission 48 Team B。 我们欣赏了素 Beer Fighter 先锋号角飞行国度，大家喜欢吗？喜欢。然后今天 MC 的话题是，就是最近你想要做却没能做的事情。下面有请毛启宇先吧。好，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猫区毛启，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然后今天的 MC 话题是，就是最近想做却没有做成功的事情，就是也算是前一段时间的事情。前一段不是有开樱花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地方叫玉渊潭公园嘛，然后我就一直想跟大家约会去那里，然后但是现在樱花可能都快谢了，然后就还没有去，还挺遗憾的。就是讲，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胡小慧，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有点吓人。然后想最近想做的事却一直没有做的，我其实觉得我最近想做的事情都基本上都做了，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去跟别人就是谈一下我自己的心里话呀，或者说一些我很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该表白的人也表白了，该做的事情也做了。然后就是还有最想做的就是我想要学跆拳道，然后对对对，这样的话我就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就可以揍他了。就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张梦慧，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F 的公演，谢谢大家。上面，然后唱 Beer Fighter， 我就特别想，而且是全队。
怪，这个其实我之前就想尝试，但是他们说不能拿手机啊或者照相机之类的上。但是他们有那种什么头戴摄像，你知道那个要多少钱吗？端泉可以租。对，端泉有钱，就是特别想我们队包一个那个车，然后一块唱 Beer Fighter， 然后录下来。然后呢，我觉得一定会是我一个。什么？你说什么？就是我们队把那个一趟车包下来，然后从最高点开始唱 就开始唱那个 Beer Fighter， 就想象一下应该很爽的样子。所以希望有生之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好，就这样，谢谢大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沈小爱，现在来看我们 Beer Fighter 的公演，谢谢大家。Yeah！ 谢谢。一直想做但是没能做的事儿，就是我很想去旅游，但是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主要也是因为没钱。你咋知道那么多嘞？你又知道，对，没错，就是没钱。然后不过因为我一直想去重庆旅游嘛，然后这次不是下周就巡演了吗？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Beer Fighter 巡演哦。没钱。他们要看的是重庆宝宝，并不是我们。哦，大家不一起去吗？没钱。哎，你想每周见好几次的和一年才怎么不一样啊？在北京见和在外地见还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可以这样，那我们可以我们去，他们就不要去了，然后我们带重庆的聚聚过来。对。哦。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呢。对，然后就可以公费出差哦，公费旅游了嘛？对。并没有时间逛的。你不要说出来，你让我有一点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对，对，可以去吃火，就是最多会让你在酒店里点个外卖。我不是酒店，我们住中心。对，那我们去吃火锅吧。就去吃。哎，我就想要知道重庆的食堂会不会提供火锅，这样又省。你想太多。不要想。不一定哦，我觉得。说不定就像我们欢迎。我跟你们说，反正今天是录进去了，也散播出去了，他们能不能看得到，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心了。对吧？我觉得我们 B 队就是出道两年以来第一次去博瑞演出呢。段哥，我要不给你剪个 cut 发过去，然后全这个时候就应该来个转发抽奖人，艾特那个。对啊，这个我也看过。想当初你们开团的时候，李小红可是。李小红回去了，李小红要。我这个肖像权应该是在 BEJ 的吧？值这个李小红值一顿火锅吧？啊，少了吧？一顿吗？你知道他多少个李小红的头像吗？一个算一顿的话，那我们可以不用回来了。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好的，那就因为一直想做的事，然后下周就可以做到嘛，很开心，谢谢大家。耶、yeah ！甜甜奶茶，甜甜的舒丽。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甜甜甜舒丽，谢谢大家来看 Beer Fighter 公演。耶、yeah！就是养狗，然后我这个想法比较大胆，就是，哎呀，你要做我的狗子吗？然后，狗子的是馒头的，然后养不起，青总，然后我这个想法比较大胆，就是在中心宿舍养狗，所以就可能实现不了。我拒绝。
啊，你上次还说跟我一起养只猫。对，因为我只能接受养猫。那一起养猫呗。可以。就是领导不知道能不能问领导可不可以同意。我最近没敢养。我就等着你先开个先例了，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我真的我本来刚刚等一下 MC 就要说我想养个加菲猫，但是我坐等段哥开先例。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送他一只。对，你可以送他，但是可能会死掉那个猫。什么呀？那不要了，还是。可以送你一只小慧。我是养不起。你是把我拿猪养的，你不是拿我吃的太多了。对，然后就是想缓解一下最近有狗狗缺乏症的我。对，然后对，谢谢。耶、yeah! ！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什么想做一直没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跟大家说了很多遍，我觉得这可能会变成我这一辈子的职愿，就是特别就是其他的剧场都不行，一定要这个剧场。然后我把自己乔装打扮一下，就谁也不认识我的那种，然后就坐在某个地方来看整场公演。
超威太招摇了，问题是我也拍不起。你可以趴底下。什么？不是真的，我是真的这样打算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一定要实现完这个愿望，我再死。呸呸呸！赶紧的，快点。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管是看哪个队公演，发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然后身高也不太高，然后可能你这就是一定要别人发现你是吧？没有，不是，就是可能你们觉得那你就光明正大的过来，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不，他就想要这种刺激感。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发现有这样一个形似类似魂似的人，假装没看见，给我个面子，好吧？就这么约定了，那我们下场公演见。没有，吓你们，吓你们，那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小熊熊思君，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e a Fighter 公演，谢谢，耶、熊思君，欢迎回来，谢谢。我刚刚已经把我想做却没做的事情说完，那我就随机想一个吧。就是我从来不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最近都失了魂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掉在你们这儿了。你不是要给刘书贤投14000票吗？就今年吗？那个朋友圈为证，我也看见了，我还截图了。我就打算等总选过去，如果发现不是你的话，我就打算挂出去。没有，是因为对吧？因为那个截图嘛，然后我就说哇，他的票稳了。对，如果我有那么多钱的话，肯定投。谢谢。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青云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ill Fighter 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然后，我想说，就是我最近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最近吧，就是我想吧，有生之年吧，就在优唐剧场吧，给大家吐一次火，因为这是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变脸吧，就是总感觉就是不允许的我们。对，但是就是这个剧场嘛，看多久能够开放，我可以吐火。然后我还想走钢丝呢，我还想吊威亚呢，可是不行了，明年逼得我都不知道干嘛了，都有点。然后今年准备看看生日公演把我们逼成什么样了，孩子们。然后就是准备可以多学一点新技能嘛，越多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狐狸之，欢迎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谢谢大家。耶、！就很心动，然后也办了很多卡，然后清醒一点，孩子，求求你清醒一点。然后我到现在一节课都没有上过，然后一次健身卡都没有用过，
然后就马上就要过期。来跟着我一起办按摩卡，这些卡可以走。啊，我还想说可以卖给你吗？就是，我还说，你知道我那个按摩卡挂在朋友圈挂了多久了吗？没有人买。我昨天就问老刘说想不想舞蹈课卡，老刘心动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老刘可能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想没有啊，我有卡啊，你有卡，对，我还以为你有钱呢，有卡有什么用？他也是另一种方式的炫耀，我喜欢有钱的人。可是你有卡不能变成钱，而我有钱。哇，爹也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不，林雪可儿有完没完了？你现在又不死。对，要是啊，对哦，那你就是第二顺位的人。我第一顺位，好不好？哦，第一顺位的人，那你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不，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对，然后最近就特别想把这些卡快点用完，然后我的钱不要浪费。然后就是今天特别开心嘛，然后大家都特别的齐，然后学员回来，大家都回来了，就对，特别齐。你老比划我干嘛呀？我一直也没走过。没有，你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两场不在吗？你一不在，我如何三休？今天大团圆了是吧？对，大团圆就是大家都齐了嘛，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感觉怼人都怼得更兴奋的一些。好，就这样，谢谢大家。我是 Team B 的周杰一，谢谢来现场大家和看直播的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耶！想做的事就是，其实就今年我最想做的事，其实我一直都想去打仗。打仗？你要去中东吗？去伊拉克？国家太平不好吗？就我可能有那种愿望，为国奉献的精神，我去那个救灾嘛。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带着我们队的。不了，那个我们那个宣传片里谁是那个什么拉弓的，然后还有打炮。打炮的，哎，打炮的不是这个，拉弓的是孟慧儿，打意大利炮在这儿。那个火箭筒的是刘若瑄。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演这个演的时候特别喜欢演吗？因为主角光环的人死不掉，你知道吗？死不鸟，因为就是平时看到那个你们应该也有关注，就是很多那个什么战区嘛，叙利亚那些地方，就觉得那些那个小朋友。别聊这个了，别聊这个，聊点别的，要不然能聊吗？这个阻止大家的都是没有钱，不如想想猫猫狗狗之类的。对你看我们身边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对不对？我有猫了，不好意思。哇，你他家里有，你就是不关心我们队的成员，你都不知道我家里有猫。对，我不关心。坦坦荡荡的流泪，好难过。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杨欣，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ill Fighter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做的事儿其实我都还特别简单，就我特别想自己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来着。那真的很简单吗？真的特，但是我没做到过。没有钱吗？他条件一个人做不到，而不是去看电影做不到。对，就是我，因为我干什么点你了啊，周杰一。点你了，就是走，我带你去看电影。
他要一个人去，一个人，就是你给他买电影票，他不带你，就是你们这种人才做不到的。他不是啊，他不是柯基吗？跟着他一块去，哦，就不算。可是电影院里不让带宠物。你要电影院不能带宠物。你要一个人还是我跟你一起去？我给你买票。那我也要去，一个人。总结一下啾啾的话，他的意思是他平时做什么事都是有人陪的，就是他喜欢那种，哦，就是意思是他不孤独，他想要，他想要体会自己，他想要感受孤独的感受，你能体验吗？对，我就想看自己感受自己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受，挺好的，我跟你说。对啊，所以我争取去感受一下。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不是平菇，也不是金针菇，我就是我，我是金菇。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杨明君，谢谢大家来看今年 BR Fighter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事情的话，起飞。等一下，我不是，就有一天晚上，我不是在喝可乐嘛，然后突然想起来，如果拿可乐，能不能让自己起飞？就是把可乐使劲的摇，然后绑到自己身上，然后突然开那个盖，然后自己就飞了，那种感觉。那你可能得只有20斤。你可以用热气球啊。对。我想要可乐。肥宅快乐，谁使我快乐？肥宅快乐水是雪碧。那你下来的时候很惨。起飞了，掉下来了。对，不是你。谢谢您。不是了，至少飞过嘛，管他下来惨不惨。啊，我觉得你说话好累哦，老是有一些有的没的含义在，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我好累，你知道吗？我只想飞，我不想要别的。对，就这样，谢谢大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陈美君，谢谢大家来看 BR Fighter 公演，谢谢。耶、yeah!事情是想考驾照，然后我记得我们队干嘛？然后我们队应该只有一个人有驾照吧？我本来可以有的。你本来为什么？因为我学了一半就没有去了。不够钱吗？不够时间。不够时间。就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其实你如果自己会的话，可以直接去吧。不行，不可以的，只能考 C2， 考不了 C1。啊，听不懂。就是自动挡和手动挡。听不懂。就是跑车和面包车的区别。哎，不对，就是，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啊，反正就只能开跑车或者面包车，二选一吗？你可以选择电动车。反正然后一直没有考嘛，然后我记得这个 flag 是我，大家翻微博应该翻到，我好像是3年前说的还是2年前说的，我说我要16年说的，然后现在是18年，然后16年我说要1年内要考到是吗？然后已经2年后过去，我还没有考，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考了也没有用，我发现其实我本来是想在北京存钱买一辆车的。没有，买一辆那个 QQ， 买一辆 QQ 车，然后我最近在网上搜，发现 QQ 停产了。你可以买智豆。智豆，不，我想问我们的年薪够买吗？够，其实是够的。然后所以，北京是这样的，你要先摇号，然后新能源也要摇号。然后天津的新能源不用摇号，哎嘿。摇号也要花钱吗？要吗？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先买一个牌照。没钱呢？那就别了吧。好了，我不考了，谢谢大家。不能回家考吗？我要在这里发展我的事业。家里的驾照在这边用不了吗？但是可以啊，可以。不，能用吧？但是我回家的话成本很高哎。但是你得先考了再说呀。没时间啊。大家好，我是 BJ48TMB 的刘淑贤，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我不懂，谢谢，然后那个关于那个，其实我没玩过。吃鸡我不懂规则，然后当时剧本上给我的就是往反方向跑，我只是严格按照剧本那个来演的，对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情况，他就是说，他意思是说那个你醒来之后看到那边有一辆船，所以你要着急，你想离开这儿，所以你赶快跑，想跑去那个船上，然后你就没有你的重点不在于是跑去那个船那儿，你应该是没吃药，所以你死了。就是他在那个毒区呢，你如果补充点能量，你是会活的，你是有可能跑到船那儿的。但是新手玩家你就挂了。对，我是新手玩家，没错。然后关于最近想做却没有行动的事儿，就是还挺多的，其实。考什么来着？哎，忘却了。哦，我记得哦，骑马，我学想学骑马，然后想学潜水，然后还有什么？做饭。你说要去新东方的？对，这个是我很早之前就说的。嗯。但是没有时间，这个是真的没有时间。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反正挺多的，我想做的事儿特别多，然后睡吧。一并没有，就是都没有得到实现，对，所以我可能我觉得我今年先完成一个吧，我觉得，对，好，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 方店 Team B 的孙小燕，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FI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旅行少女美如仙，最美还是孙小燕。
谢谢大家。小豆，小燕儿，我侄女说她可喜欢你了。是吗？谢谢你侄女。小燕，你真漂亮。谢谢。然后就是最近没做要打算做的事情，那大概就是拥有老刘了。你先别说话，你让我说完。好，就是因为他就从泰国回来之后，他就变了味儿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变成了我喜欢的那一款。算是吧。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他，所以我不允许别人欺负他。对，然后你给我点点谁最容易欺负我。狐狸芝，因为他总在算没有。大家听着啊，狐狸芝粉丝注意了啊。没有。然后对，除了拥有老刘，我还想买套房。我居然是和买套房地位并驾齐驱的。不，我感到很自豪。不，我先拥有完你之后再买套房，我们一起进去住。好。其实你已经有一套房了。没有啊，中心啊。那不是我的，我就只有那屁大点地方。你知道北京屁大点地方要值多少钱吗？我知道，你知道吗？就我那屁大点地方，在我老家都能买栋楼了。哦，不是栋，是一层，没说一栋啊。然后就这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让我拥有老刘吧。就这样，谢谢。你随时都可以拥有我，如果你拥有房的话。OK。8年为你而战。好，儿子交给你了。谢谢大家。这样他就不用抢我的财产了。再见。我养他。谢谢大家。弟啊，弟你小心熊素君。没关系，熊素君他只想给我投票。不一样，他是想给他投票，我是想拥有他。你真叫毒瘤。叫成员瓜，毒瘤。等我有房我就不是毒瘤了。大家好，我是 BJ48TeamB 的优胖苏文一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 Bill Fighter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儿子跟我抢财产。谢谢。谢谢。然后最近想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就是逮着他们帮我排生日公演。对，然后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啊。你现在预告了啊，你现在预告了，那多了去了，整个队都是我的。我们是在一起唱那个难忘今宵吗？是呀、啊、你想唱吗？想、哦、那我们唱吧。谢谢爸爸。你这样我就不想拥有你了。留着钱看清楚，这种人不能要，知道吗？然后哎，还有什么来着？你问我，我问谁呀、啊、然后哎，算了，那就对。然后6月17号林信和生日公演，了解一下。好。然后那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精彩的 UNIT 曲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耶耶耶！搞笑、哦，怎么了？我觉得我很搞笑，啊、觉得你特别好，有没有过年的感觉？给大家拜年呢！哦，突然才发现啊、哦，突然才发现我为。我们换了新衣服、啊、对，我也是，我不知道他们在握什么，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原来是这
是说一下有没有你佩服的成员？对，我佩服的成员是静雯、为什么？这还用说吗？这个人天生的就是让人敬佩的存在。你看，你们不仅你们是互吹太好了，没有没有，怎么可能？你看静雯这个人，眼睛哪哪都好，对吧？对。哪哪都好啊，人长得漂亮，也会说话，嘴还甜，然后关键是，对吧？要有哪有哪，然后呢，前凸后翘。你刚开始评价的时候，你刚开始评价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无话可说，所以就说那些，所以就说那些大家都会的那种词。大家都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的好啊，哪里都好。对，但是这个哪里都好，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比如说。那如果就是给你出个难题，一定要你佩服胡小慧，一定不佩服他还不行。你什么意思？他就不能佩服我吗？什么叫一定佩服我？然后你是让我说出理由是吗？对，嗯。我觉得双汇火腿肠。你有兴趣吗？有兴趣吗？没有，我觉得胡小慧长得好看就行了。不行，不能这样说，你这样大家会觉得我除了好看一无所有。对呀、啊，你就是除了好看一无所有啊。没事儿，那我就是有的你没有就好了，对吧？那小慧呢？你佩服谁？啊，我佩服小燕儿，就是因为我觉得无论谁跟她在一起都会变得很神经，就是我今天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对吧？对，我今天就是坐在那儿穿衣服呢，然后这个时候看见周迪这样子。小慧，你刚刚在干嘛？你还是个孩子。然后不，我学习一下。然后我当时啊、哦，我本来惊了那么0.1秒之后，我就懂了哦，对面是小燕儿，因为小燕儿对每个人，然后就是啊，就会那样子，然后莫名其妙，然后我就会被他传染到，就是我只要跟他一见面打招呼都是。等一下，他对你们都这样吗？他每个人都这样啊。他对我不这样。你是特殊的。不，他是不是对我太没意思了点？特殊对人就是铁。不知道这个人成天在引诱些什么，反正也没引诱成功过，就真的很奇怪。嗯，但是跟他在一块就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啊自己年轻了10岁呢，就那种感觉。那你呢？我最佩服那个，我差点，当然是我们张梦慧啦，对吧？为什么？你看我们梦慧哪哪都好，你知道吧？哎，能不能不要这么要什么有什么？哎，能不能稍微换一换，对吧？没有，就真的佩服你。嗯。然后比如说哪儿啊？毕竟我们毕竟时尚一姐，对吧？这个称号不是我发现这样一个潜规则，就是潜规则啊，还有好好说话啊，就是一个潜在的规律这样的。然后就是发现平时越土的人穿公园服越适合。你是在说你自己吗？啊，你是在说你自己吗？没有，我夸你呢，夸你穿公园服好看。没有，我觉得你的自拍和你穿公园服一样的好看呢。你的自拍像什么？你说我。哎呦，你也没有什么资格说我。那你闭嘴好不好？你俩大哥不说二哥啊。大哥不说二哥。来，段奕璇，你佩服你自己吗？我还好，挺佩服。如果让你非要佩服张梦慧呢？你一定要佩服张梦慧呢？你佩服她哪里？太难了。我想一想啊，如果我不用想，快点。就啊，怎么吃都不胖。啊，其实我最近胖了，我原来没有。我们梦慧毕竟吊丝偶像，你说对不对？性不性感 ？Sex sex。哦。哎，张梦慧，你跳一段秀吧，真的。啊，不要了，上次跳过了。上次跳了。那我跳一会儿。跳一个吧，副歌。我没看过。不，我上次跳过了，副歌我上次。你跳给我看嘛。好，我跳前面那段。好。谁帮你唱？段奕璇。I wanna dancing。 不，他说的跳甜甜那个，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怪我们B队调戏偶像。对，我告诉你，我敢冲第二，没人敢冲第三。好的，那有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节目吧，谢谢大家。
华夏紫禁城和星梦奇遇记，大家喜欢吗？喜欢。有声出吗？来。第一个祝七元秋野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第二个墨迹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第三个 LDS 总将、yeah. 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第四个 YP 不是 PS 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第五个玄玄的寿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好，第六个卡布奇诺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谢谢以上六位生日快乐，谢谢。Yeah. 我这边有声主要说腊肠狗蛋儿祝你生日快乐。Yeah. 然后那个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们一起走下去，谢谢。Yeah. 然后楼楼下划线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以后能继续支持我，然后我们一起努力的走下去，谢谢。耶、yeah. 然后想小美的小江好笨哦，祝你生日快乐，希望那个以后能继续支持我，我们也一起愉快的走下去，谢谢。耶、yeah. 没了吗？没有了。那看一下 MC 话题。一个不经意间动小动作，二一人其他谁，三谁做了哭笑不得，四当天有没有背，五如果反数做什么。开，我都不要听你们说了，全都开了。啊，我以为你们会选二耶。我也以为。所以到底是二四五还是二啊？五五吗？那就五了。好，五。那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一分钟时间其他的成员这么长吗？对啊，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反抗，就比如说你打流水线，流水线不能反抗。OK。哦。哎，是那种就是一个人静止，其他人一块儿上，还是？不，一块儿上有点过分吧。哎，感觉更好玩一点。那就一个人静止吧，反正就从你开始。好像你不参与这个游戏一样。我主持人。什么？谁来？说没有主持人。为啥？单挑。我呀，对啊，因为咱俩是两边嘛，我不想从我开始。那好吧，为什么我是控场的？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我是队长，了不起了，了不起，那就队长先开始吧，队长，对，那队长开始，对，队长以身作则，队长先开始，无话可说。队长需要拥有一点权力。既然你是队长，就要担这种大任，知道吗？队长难道不是给大家的职责，而不是权力吗？对，就第一个来躺下就是队长。你们学过政治没有？小学政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同时进行。我们是公民啊。对啊。你要承担我们的义务。我大小算个官儿。就是官要为民服务，你知道吗？你这种官儿会。是要滥用职权、那个、对啊，滥用职权吗？你官儿什么叫做滥用职权？现在公演工作时间，对啊，你应该为民服务，对不对？而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所以你第一个来吧。是这个道理吗？是。好像不是。你们不要，大家都说是就是。你们不要趁我今天脑子不好欺负我。你只有今天脑子不好吗？话不多说，赶紧上！哎呦，快来吧！啥呢？快点！我们 MC 要快一点。好，那你们一个一个注意一点。不是一个一个，是一起。是一起。你们一起注意一点。那好吧。一分钟是吗？嗯。我站着还是坐着还是躺着？随意，随意。你想躺着也行。反正最后你。你不害怕吗？你躺着。我怕什么呀？来吧。各位，想好你心里要干的事了吗？开始了吗？三二一，开始。啊！
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就犯规了哦。对，时间是，那就再加10。不是在干这些事情之前，你们要想一想你们的后果。我这个人，第一我很记仇，第二我很公报私仇，第三我权力还很大。你能把我们怎样？他能怎样呢？但是你不管谁，你别看我呀，我不知道。财政大权是我不想掌控，我要是想掌控，他早晚是我的。哦。不，不是早晚，不是大家同不同意？不是早晚是我的，是随时是我的。来吧，注意一点啊，周杰毅，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你刚刚的行为也很危险。我没有。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一堆前辈照，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啊，对，我就是一堆前辈照啊。你啥？我最喜欢一堆前辈照着我的感觉。哦。我跟你说，脚踩就配球，脚那啥两条船在我就行不通啊。我只喜欢你，真的。来来来，开始啊。悠着点啊，注意啊！啊什么？没有。3、2、1。我没上手啊，不是我。爽不爽？耶、yeah. ！哎，还有人没上手呢，等一下。啊？小燕上。没有，我都说我不上手了，我终极武器，快点！你还可以再放两下。我没有，你怕了？我要对你好，怎么你还想让我把你抬起来？还怕了？我要对你好一点，比如呢？那我只能做我平常对你们做的事情了。别挠我痒痒。你该辣个眼睛吧，就别动他了。我多温柔呀！哎呦！嘴肿了，我没亲嘴，拍死你！来，我们起来吧。还有老刘还没有动手，我不想参与这种无聊的游戏，不屑于这种游戏。结束了是吗？结束了，对，结束了。不想参与的，待会儿别后悔啊。反正我下来想干什么都行。哇！你的唇印好明显啊！天哪！你涂的漆吧？你涂的是什么呀？难道是我亲的太实诚了？哎呀，没擦掉。你，哎呀，我刚才摸了一下段奕群的脸，我以为我手泡水里了，真的。我也是。来吧，下一个，弄坏了。又是你们两个班。不是，我觉得，该轮到副队长了。我觉得是副队长。各位，我觉得。各位，就冲我刚才卖正队卖的这么起劲的份上，能不能放过我先？不能。你以为他们站你这边的吗？不，他们只是想起哄。来吧，你以为队长和副队长是用来干嘛的？来吧，用来欺负的。来吧，一分钟开始。他这么坦然，我开始害怕了。他是不是有什么招啊？来，我总感觉你就这样吗？你就这样吗？哎，你真的不能动哦，不能动，不能打人哦。随便，反正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后面时间还长着呢。一个一个上还是一个一个吗？那天为什么都那么怂？我们一起上，然后一个人蒙住他眼睛，他就不知道谁干的。哦。哎，你们一个都别想逃呀！等一下，啊，没有了，来吧。对啊，台上一共就这么点人。那一起啊，第二组也上来了耶！哎，第二组你们上来干嘛？哇！结束了，你们忘了有录播这个东西是吧？没有。哎，你有本事你回去看看，能发现我。我觉得刚刚这个特别好，哥哥。其实我不是很在意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反正台上就这么多人，一个都跑不了。但是确实没有关系，兄弟们，我们一起打得过他。没有办法，就是莫名其妙的被我算在你们的账里，知道吧？我们那么多人呢，不怕他。
好吧，来下一个。其实每个人动了一动了一下。啊，我觉得，我觉得队长和副队长已经这样了，我们其他对吧？那就十四姐吧。来，好吧，哥哥一二三，关灯。关灯吧。啊，不是不是，不，现在就，现在就很。就是你们不觉得我的求生欲很强？你不觉得这个游戏在挑拨我们队的关系吗？虽然我们部队关系本来也不怎么样。不啊，我觉得它会让我们更加相亲相爱，了解彼此。你现在不会对你的队友产生一种就是看你就是好事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上，坏事大家都推着别人上的感觉吗？不会啊，反正推着你上。没有，刚刚不是都暗灯吗？你已经感觉到我们对你的爱了。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暗灯，因为我的眼睛本来就是黑的。但是你应该能感受得到我们对你的爱。不太能。你看一眼镜头吧，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吗？我无所谓，反正我这个样子等下上不了公演，就是台上在座的各位的损失，对问题。好，下一个，我觉得可以了，就以你结束了。不是，你看下组究竟什么就结束了，剩下的人怎么回事？哎呀，对吧？那不啊，我觉得不好。对，十四姐怎么能放过呢？不是，你们要想一想，如果你们算计我的代价就是。通往未来的路，你们要想一下，你们要不要？要。所以呢，此时此刻你们做出的选择题应该是就是以你结束吗？选择红色警戒。就以你结束吗？快点吧，快点吧，做个表率，这些后辈下一分钟很快的，忍一忍就过去了。来，哥哥，暗灯。我拒绝参加这种游戏。我们都没有哦，对，我不能动哦。对呀，不能动啊！就是出于女生的本能反抗，对吧？就是我观察到了段璇整体的反应，第一个冲上去，然后快亮灯的时候，段璇、啊、不是我，不是我。段璇他就是很敏感嘛，而且在那个全黑就是没有灯的时候，他更敏感啊。真的，就上次跳美杜莎、啊。那个，下一组准备就去了是吧？要不然我们先有请下一组上台吧，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耶！哇，全开了。好，就我们三个人的。我们三个人的游戏，四个人的游戏，越来越多人的游戏，五个人了，六个人了，七个人了，八个人了，哇天，我们一坨人的游戏。我们有生祝吗？哦有，我有一个生祝，祝不万能的喜剧生日快乐，接下来重庆见喽，耶、yeah! 我这里有个生祝，祝我卖 iPhone 4天天开心，身体健康，然后卖 iPhone X 吧，谢谢。iPhone 4赚不到钱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话题。嗯。还要再读一遍吗？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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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直接开始。选一个吧。哇哦！如果你学会了什么时间静止的法术，想对台上成员做什么，请表演。哇！哇，思想有问题哦。来吧，来吧。如果想自己选吧。自选吧。自选吧。来，自选。自助。嗯。姑姑，就你啦，那你，那我的话，那就说第一个吧，不经意间会经常做的小动作，我知道，不是这就是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你这是那个兰花胚，你这是菩提，我是这样，哦。这样啊，对，得很精致的那种，有弯曲小拇指，弯曲小拇指，哎，对对，完美完美完美，标准，标准，没有不，流淌病毒，哎，啾啾啾啾，哎啾，没不是，就是不是我自己，是那个叫什么，叫周杰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周杰毅每次鞠躬的时候都会很性感。就很啥？对，不是因为我们大 MC 的时候，我老站在后面嘛，然后周杰一鞠躬的时候就会屁股翘得很高那种，谢谢。那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在他后面做什么？没有，干什么？没有没有，就觉得哇塞，这个女孩子肉肉的好可爱啊，然后、就是。那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毛曲鞠躬，就是他好像韧带不太好，他每次鞠躬都是弯着膝盖，大家都是直直的讲谢谢大家，然后他是。我看不见了。
过他这样吗？因为你从来没有站到他后边。哦，原来是这样子。结果真的巨帅，你知道吗？真的吗？想看。哇！真帅吧！哇！谢谢。爸爸呢？扔的都是钱。可能会演砸掉。那我也是这个吧。嗯。就不经意的小动作，可能就是我有钱。对，我有钱。嗯。不，是嘟嘴。嘟嘴。哦，小河豚吗？小河豚。不，你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要扁一扁，你是往外的，不是张开的。爸爸不经意的动作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最有意思的是去年总选，然后有一个非常热心的剧组给我拍了反图，然后他并不认识我是谁，他凭借这一特质找到了我的超话给我反了图。哇，我都觉得很神奇。有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来，小爱，我呀，那我也说第一个好了，就是我无时无刻不在 wink。哇，哎，你那可能是眼睛没有睁开。我都在想，眼睛都这么小了，为什么还要无时无刻的 wink 这见面的话，这个也会小，然后就一直都是眯眯眼。对，反正我就记得小爱不管排练还是彩排什么，他无时无刻真的就哪里嘿嘿嘿，跟抽筋儿一样。没有，这是不小心的那种生理反应。其实我不是在卖萌，我要声明一下，我没有在卖萌，也没有在装可爱，对，我是真的很可爱。这锻炼，我觉得可以了，下一个吧。哇。爹，我觉得爹对我有意见，哼，每次都跟我说下一个吧，那下一个吧。那你继续，那你来吧，你接着。我全部交给你，再给你。我不经典小动作，我弄刘海吗？我经常会这样子，因为我总觉得刘海很长，然后总想让它往上一点，怕它挡住我的眼睛。美貌的大眼睛。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卡姿兰大眼睛。然后哦，我可以选舞那个吗？嗯。好，那就现在。来吧。听。你要听我们要怎么？你要说一个口令，然后他说一二三，我们就不动。好，好，一二三，听。我是不是太老实了？是动了就会输吗？我想换一个帅一点的动作。太吓大家，毕竟大家今天也没戴墨镜嘛，对吧？我想下了这场 MC， 我不要站在这里。我要下一个，下一个。我喊一二三，你们都不许动啊！啊，好，一二三。
们在旁边这样子全部这样子给你摆着，然后你直接摆 pose。我懒得为难大家。只有军哥一个人还在给你竖大拇指。应援会的戒指了解一下。不错不错。那下一个美军。玫瑰。玫瑰。玫瑰。你选哪个？你随便选一个吧。随便选一个。我说我的小动作吧。然后我发现我拿麦的时候这个小。翘小拇指。对，然后我很讨厌他，我想把他砍掉，因为。特别娘炮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很想就是上台前就像我们有些人，不他们还有人是这样拿麦的，不他们有些人会这样拿麦，对，不然这样拿麦的人看起来就是很会唱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样子太娘炮，我下次可以改成就这样子唱歌，可以一个人晚餐，小鹿还有李宇春。对，大概这样子吧。然后如果再翘的话，我这场还好很多。你可以粘东西嘛，把它粘上，粘一个胶水上去。对，粘你的小拇指，每次就这样子啊，就只能这样了。要不这样吧，美军，你考虑一下。这样子很帅。就唱嘻哈了。没错。军姑有时候唱歌是这样的。军姑是这样的。对。军姑喜欢这样子。这样。很帅。对。但是别人做就很蠢，只有军姑帅。熊熊。小熊熊。小熊呢？我不经意做的动作，我一般就是我经常做的一个动作是，哦，社会社会社会，平常在路上看谁不顺眼，社会人，小猪佩奇行走的，我就讲，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比较甜一点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外面就基本上都是比较温柔的那种。这样可能会被人打。我跟你说，我看人下菜的，不是你看人下菜，看人下菜。你在外面都那种大哥哥那样怎么不行？就对，大哥哥怎么怎么的？不，如果是对吧？就是男生的话，可能小熊在外面就是很霸气，就是以前跟他逛街的时候特别有安全感。你记得吗？你是不是经常用我手机打的滴滴车？对对对。然后有一天发现滴滴司机跟我说。你的评分好低啊，就说你要不要给我评个五星，然后我们互评一个五星，因为你这样很难打到车。然后我想怎么回事，我跟滴滴司机发生什么事情了？完全没有这回事啊，我经常我的那个评分还挺高的。啊，这怎么弄的呢？那应该是滴滴司机对我。好，杨鑫来。仙儿。杨鑫在哪儿？在哪儿在爸爸旁边。我要经过这里。哈喽啊，好巧哦！我要说句骚话结尾。好，来，就是土豆变成了土豆泥，红豆变成了红豆泥，那你变成了什么？啊，你红豆泥，我爱你。对，干嘛了？哇！不行，受不了了。好，来，我们还是唱歌吧。好，那我最后来一个结尾嘛。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哎呦，可以不喝吗？我想请你喝一杯。快，哥哥关麦，哥哥。哥哥关麦了。对，哥哥，接下来下一个，天长地久。好了，土了。好，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大家。